吧，住人家俩月了，还认了。你看这是妮儿俩呀、啊？嗯。老幺，这是妮儿，这是木子。哦。嗯，妮儿俩。木子呗。嗯。木子。分开两个月了还认得，他认得主要是识别这个味道。20年，找着娘了，我跟你说。这要一起。啥味儿都对，我一看样一闻见味儿老就烦。啊，味儿，味道，味道识别。这叫这多长时间不见了，都不。俩月都不见了。俩月都不见。马驹子比他妈还高呢。我说了说了。啊。去吧，这电炉这电杆去吧。谈了。你钱老是，这个就，他娘俩又左往边儿就去了。咱这个老姚大哥为了让这个母子不再分离，然后现在把这个大母马给买了啊，现在咱们过秤肉价，先过秤看多少斤。什么？你看看。啥车的？几多钱的？他哪是几多呀？他不馋这一点儿，他正卸子嘞，卸嘞，把鞍子卸掉。哎，黄小马，黄小马。把铃铛摘下来。行，过秤。好家伙呀！天津大妈。451公斤。450。451公斤。900斤。450斤，十七肉价过秤15300元，买这样的大马真合适，国家也能骑着玩。团聚了。七口大马，肚里可能揣军儿，不保胎。看这不是先割的，先。